今年11月5日是作为竞选议员的日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11月5日是我们 Choi 的市议员竞选，然后投票的日子。是，那有6个候选人，在这6个候选人里，你会投谁的票呢？我会投 Sunil 的票，对，因为根据我对 Sunil 的了解，他是福特的工程师，然后呢，他有两个女儿，然后他非常关注我们 Choi 市的发展，希望我们 Choi 市啊。以后能够 run 得更廉洁更透明。嗯，对，我知道，苏尼有经常跟我们华人交谈，知道我们的想法。对，他跟我们沟通也是挺多的，私下跟我们就是说有时间就跟我们在一起聊天呢，了解我们普通市民的看法想法，我们有什么需求，他都希望能够在就是他的努力下把这些做得更好。对，所以我非常看好他，而且我也记得他有两个女儿，他说有学过中文，说明他对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。对，加上我们都是亚裔，我觉得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就是观点上我们有很多一致的地方。不错，是的，我觉得是他可以作为我们中国人的代表，可以代表我们的想法，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投他的票。对，是的，让我们支持四年。所以希望在 Choi 居住的华人，今年11月份能够为苏尼尔投票，他需要你的支持，也需要你的选票。对，大家记住11月5日，投票的日子。好，谢谢你的支持。Thank you. 你好，I'm Sunil Sivaraman, and I'm running for City Council in Troy. I approve this message. Thank you.